飞的快点跑进来啊！口是心非的就不敢进来，口是心非的就不敢进来，不是不是口是心非，要证明自己不是口是心非，快快进来跟我们一起啊，来讲一下，看你怎样不是口是心非。哎，晚上好。哎，刚才我们有，说啊，没有，我讲刚才我们是有啊开了，我们有放了一个 poll 嘛，就是那个啊投票的嘛，在聊什么的群里面。那么那个问题就是啊，女生女人啊是口是心非，然后男人也是口是心非吗？然后到底是谁比较口是心非？啊，然后我就有选项啦，一二三四，这样第一个选项就是女人咯，女人比较口是心非咯，然后第二个就是男人咯，第三个就是说不男不女，就是就是比如说他是同性恋啊或者是什么啦，哦，OK，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是一样的，啊，大家都一样。男的也是一样口是心非，女的也是一样口是心非。OK， 结果最高的票选就是一样。那我再问一下你们，我们四位啦 ，OK， 四位里面，你们觉得女人口是心非还是男人口是心非，还是一样？我本身觉得是女人比较多，我自己承认的。然后，宪兵呢？没有 ，OK， 我是头一次，是要看。是要看啊，看什么情况啊，就是说当然如果你今天不是 OK， 如果你今天老师你听啊，如果你今天说 OK 哪一个比较，如果你有比较的话，当然我是觉得是女生，但是如果今天你说口是心非，只是有男只是有女，我是觉得两个都有，就是没有分别啦，就是也有时候对对女孩子比较多啦这样子，然后男生就比较少一点啊，但是不是讲没有，一定有的，一定会有的啊，这样子。哎，我们的范范呢？啊，线上有人家讲是一样，我觉得是一样的，他坚持说，所以是一样的。OK， 对对对，范范还没有说，你就说都是一样的。我是头一样啊，我是头一样啊，头一样、啊、真的、啊。对，我头一样真的。你口是心非的，我觉得。对对哦，投的东西对哦，对不对？像我们有经常都说啦，女人心海底针啊，啊，对吧？对，像男人永远都猜，男人永远都猜不透女人的心思。像女人不直接表达自己的那个内心的要说的东西，就是要说的说法，这样就好像猜谜语这样，男人要猜一下，这样就是要认为男子到底男人是不是到底明白他的心思嘛，就是要他猜咯，你有多了解我，你猜中就很了解我，就很甜咯，你猜不到你就够力了咯。是有这个想法。对啊，我觉得是是的，我觉得是啦。对，我觉得女人的口是心非呢，是属于那一种啊，要知道，要测试你多了解他，要测试你有多细心，要测试你有多关心他。OK，这些测试性的一种口是心非，他就是用一个。OK， 比如说遇到这种女人的话，男生如果是说那种很直爽的，没有这么心思，没有这么体贴的，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时常都要在猜，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惨了。对呀、啊，时常就要猜啊，很累啊，你知道吗？生活在一个是，先不要这样子过来人啊。没有，就是有时自己有时在忙啦。如果是没有忙还好啦，就是有时自己也有忙一些东西，也有自己的烦恼嘛，对不对？当有降的时候，你还要猜对方的时候，就很有时会觉得很累啦。但是当然。这个也是要努力的啦，不然哪里会找到另一半，是不是？还是要学习啦，还是要多多了解女人啊，
因为女人不可以得罪的，也不一定啊，不是全部，其实不是全部啊，不是全部女人都是这样啦，是是， okay, 也要看她的性格，对，也要看她的性格，对，因为家里那个不用猜的，哦，直接的，他会接吗？我觉得偶尔也会有吧，偶尔也会有吧，很直接的说，每次有什么都会直接。没有，他是很随便。他办其实情人节你不用送花的。他是很随便。啊，这一集够力啊，这一集够力。好，他办，其实情人节你不用送花的。他花太贵了，情人节那个花太贵了，你不用送。他不会这样讲。他不会这样讲。哎，通常他会讲，他会怎样讲？他讲，他会跟我讲是讲。哇，什么？来讲讲，来讲来讲。突然间，身上有一个笑脸，很恐怖。来爆料，来爆料。他通常是这样讲的，他不是讲，你不用送花给我，他不会这样讲的。他会讲，哼，情人节都没有人送花给我，他会这样讲啊。嗯，就是要送花，他就直接喽，他就直接讲，他是属于这样的啦，直接的啦。然后你就讲，这不得今年情人节我看到你送花啦。没有啦，那个还没有讲呢，那个是我自己做的啦。啊、哎呦，啊，哎，王敏好像有东西讲，王敏。嗯，王敏讲来。对，我说，好像我的话，我是不会直接。我不会直接说的，因为，那个比如说什么节日那些，我都会静静不出声，我就。等着看你的表现哇、啊！就是要猜，就是要猜了，要猜黄平到底喜欢些什么？没有，通常啊，他们会说什么太贵啊，不要买啊，太贵这个东西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是他们讲太贵不要买呢，太贵那句话是真的，不要买那个是假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前面那个是说给自己听的，啊、前面那个是太贵。是真的啊！不要买是假的，太贵，因为太贵买很奇怪嘛，听起来对不对？啊、对，不要啦，不要花费啦，不要啦，就是这样啊，因为很奇怪，听起来很奇怪，可是就是真的心里面是想要买的，对，真的是这样，好像其实女生的话是最开心的，但是每次都会讲说，哎呀，没有用的，浪费钱，买来就摆，很快它就枯萎了。真的是很浪费钱，不要买啦，不要买啦。可是当你一收到的时候，哇，也是很开心的，就是那口是心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对，没有错。我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的话呢，没有啊，你不要送给我。I mean 说，如果你是男，实地点更好啦。如果是讲男性啊，比如说啦，男性啊，有时人家说要送你东西也好啦，嗯、女生送也好啦。嗯、其实你可能会觉得，不要浪费钱啊，不用买了。但是。当你收到礼物，是不是你开心？你也是有一点没有收到礼物，收到礼物是开心。像如果他没有真的没有送，你会生气吗？先，啊、你孩子没有送会生气的人嘛？是、啊、所以咯原来的如此。Okay. 嗯，是有些很多女生有时会讲说，我没事，没关系。其实偏偏讲这个的东西哦，好像你跟他聊电话啦，你说。嗯什么啦，宝贝，怎么啦？没事，我没什么事。啊，你是好像有点事情啦、这个，我真的没事。这个一定有事情，啊、就这个肯定有事情。你可以跟我说吗？一定太生气的，你生气是吗？不要生气了，没有啊，我没有生气啊，没有啊，就此。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是会这样的嘞，会啊，会生气哦，会啊，会、嗯、会。会啊会啊会啊，但是男生通常是对自己亲密的人啊才会这样啊，我是觉得啦，就好像比如说对于那个男的呢，如果是身上女性荷尔蒙多就会这样啦，男性荷尔蒙多应该就不会这样啦。就是我那个题目，我那个选项咯，不男不女这样的。因为他外表可能是男的，可是他内心是女的嘛。啊，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是真的，是的、不是不是歧视啊，不是歧视 啊，对对，不是歧视啊，其实他们是属于细腻的人，对呀、啊、对呀、啊，他们是细腻的人，所以就是他们以就是人性来讲，因为男女之间
我就会觉得是说比较细腻的人就可能就是口是心非的几率比较高啦，因为好像男性男性就比较理性一点，然后他是看整体的东西的好或者不好，然后他就比较因为他理性嘛，所以他就不会被那种外面的周遭的环境受影响，所以他比较少有情绪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女性就是很感性的，她看的东西就是很细节啊，所以细节的来哦，然后她又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可能就比如说啦 ，OK， 男生求婚啊，就是如果女生跟他讲，比如说如果女生说，哎，我喜欢你，其实以男生的角度来讲，你在任何地方哦，我听到这个我就 OK 了。但是女生哦就会觉得，哇，你在巴萨跟我讲这种话 ，No way， 你懂吗？我要有环境啊，就是要环境让他的觉得哎很浪漫，然后我要在海边，如果我在海边啊很浪漫的时候，你讲这句话哦就对了。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讲是不 work 的，对了，你现在讲这段话就不 work 了啊，对啊，太过科学了，你讲得太过什么了？没有啦，因为有时我会研究一下这种人性的东西嘛，所以我也是对对对是讲哦，所以通常就是比较感性的人，然后看东西比较细腻的都通常都会有一点口是心非的，只是这样啦，我是觉得啦，个人觉得罢了啦，大家也可以出来，他们是要完美啦，就是要一个啊，要东西完美这样啊，韩剧。啊，冬季恋歌这样哈，那又下雪这样，又穿到帅帅美美这样啊，然后在那浪漫啦，就到浪漫，一片不是，其实不是每个男生都是那么浪漫的，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讲，不是每个人都是到浪漫的，对啊，啊当然，不是这个当然，所以现在往往浪漫是要有条件的 ，OK， 浪漫是要有钱的，好不好？不是要有钱呐。就是啦，那个条件就是钱哦。对呀、啊，对呀、啊，那个就是钱呐、啊。对呀、啊，我讲啊，要有条件呐、啊。那个条件就是你要有钱，要有那个能力，才可以制造那个浪漫。没有那个，你就不用聊了，就在妈妈当吃就好了，不要去到在顾。你的另外一半在玩 game 嘛、啊？啊，好了，你接着玩，你可以玩，你接着玩。再多一下。完蛋了。还没有玩完。啊、你可以玩的，你我不要紧的，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来，你试过吗？不懂啊，很少玩 game 嘛，所以我不懂啊。通常是我老婆玩的，我不是我玩的。然后通常阿斯顿就讲，哎呀，玩了，没关系的，不要理我。你玩，你继续玩，你不用管我的，我自己可以的。哦，又没有，我又没有讲啦，我做我自己的东西，我做我自己的东西啊。然后他玩，我也是不会阻止他啦。我就想，喂，你玩很长时间一下哦，你玩这样久不累了没？我问他，就只问哦。通常都是这样吗？对。Penny 说什么 ？But we are Asians. We all always say what we don't mean.And mean everything we don't say. 哦，口是心非。英文版的亚洲人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亚洲人是这样。啊，亚洲人就是口是心非。亚洲人就是讲一些他 don't mean 的东西，他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又这样子讲，他心里面有这样想，讲。他讲亚洲人呐、啊，亚洲人这样子，有些是比较保守啦，然后也要看就是口是心非在哪一边哦，也是是，可是也不是啊，这个亚洲是所谓的，是外国人也会啊，对，所以说外国人你还是会、啊、口是心非是在什么，在自己的心情呢，还是什么，这个也是有分别啊。嗯，因为女孩子就要的东西不要讲出来嘛，讲出来没有意思了嘛。哦，所以女孩子就是要感性的东西咯，要有意思的东西咯，要你去猜啊。感性的、男的就其实是理性的。对啊，所以男的是理性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 balance， 你知道吗？这种才是 balance、啊。为什么呢？因为两个都不要讲出来，就完蛋了。没有人主动哦，没有人做主动哦，没有人做主动就。这样你们有没有试过？
你要吃什么啊？然后女的说随便啊，吃什么都行，随便吃什么都行，来怎么办呢？哦，这样的情况下嘞，王敏啊，王敏承认了，随便了，对，可以，可以，okay, okay. 所以以后约王敏出去吃东西嘞，就要问到他讲为止。没有，不用了，可是很奇怪，直接带他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就可以了。我又讲不出的哦，我又讲不出的。你问我的话，如果他说的，可是你，对，王敏，我问你啦，假设我现在是你男朋友啊，我王敏，你要吃什么啊？嗯，敏敏，你要吃什么啊？别男的。吃火锅都可以啊，她男朋友在这边，她男朋友直接在她对面了，对啊，对啊，直接叫她来讲一下，不然叫来演一段演一段，她应该很清楚的那个东西，由她来讲。她是直接生气的，你讲了你要吃什么，等下我讲了你又不要这样子啊，这样的情况呢，不是随便的，就看你要不要罢了，这样的情况其实直接带你去新的地方吃就好了。你不可以带，又不是我。如果是新的地方，吃到不好吃的话，吃到不好吃就火滚了，你知道吗？不好吃，他就讲了，我也没有吃过吗？怎么没有去看 review 才跟带我去吃？你要看 review 的吗？当然要看，当然要看 review 的，就是要带他去新的地方，然后就是要一些看那里，要一定要做功课的啦，你不可以不做功课的， okay,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的。男的男的，你知道吗？要做功课的好不好？还的是选很好吃的，或者是很美的，啊，地方很漂亮的，对 对, 对，环境很浪漫的，对，然后他可以拍照，他可以拍照，他就可以不介意那个食物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吗？是吗？王敏，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的，就是哎，看到这家好像很出名，很多人 post， 很多人 share，不如我们一起去吃 ，OK。就约定一天然后去吃，也会这样子的。你会不会说突然间，就是，他转了他转变了，是吗？突然间又商量了。有时候哎，女人是这样子的，不是定义一个个性的，很多个性你是猜不出的，口是心非，这样的没有变很快的情绪变很快的，对啊，他就是周遭的都说了，就是周遭的那个环境，他突然间看到这个东西，哎，好像不错哦，他就会去了的。可能之前计划了就没有了，拜拜。王敏，你要问回老师，你要问回老师，老师你是不是口是心非？哎，我少了，讲讲，你要问回他问题。问回我了，我还一直问了，他一个一个问。我就说了嘛，我今天会聊你们讲。他是比较，因为老师的感觉就给我是，他都可以的，然后他就是很有主见的。我很有，我很帅气的嘛，你知道吗？不会这样子教弟弟的。我比一般男，你说。哇，但是老师你应该也是会有口是心非的时候吧？少吧。当你想哎的时候，就是有咯。当我在想，没有，我是如果那么要买花给你吗？哎，我真的觉得很贵嘞，买了花了就掉在那边，就是等它枯了，我又拿去丢，那给没有几没有意思啊。所以要买给我的时候，我又不可以说不要，是吧？这你会说，他讲要买花给你，然后你会说，你不要买花给我，买花这样贵不啊，又会枯掉。但你不如你买别的东西给我啦，买钻石给我啦，你这样讲，哎，买辆车给我啦就好了。就是当兵啊，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用到的啊，或者什么你喜欢的，可是又不会好像花这样子就凋谢掉，几天就凋谢掉，你会不会给他 option？ 你会吗？可以，如果是知道我假花假，我本身都会插花病啦，其实。所以，欸，不过也是要看的，欸，好像我的朋友啊，他是卖花的，他是开花店的，他其实收到花是没有感觉的，是啊，是啊，他是收到花，因为他天天都看到花，每天都对着花嘛，所以有时也要看的，所以还是那一句啦，男人要做功课哦。你先讲给钱我啦，这样，直接给钱我啦，对对，也是最低的。
啊，那时候不是有看到五月二十号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就 post， 她说今天520收到一个非常喜欢的礼物，就是她的老公过账给她，就是5200寄给她，就给作为这个520的礼物。哦，5200，多了一个传她的，多了一个零是什么意思？520啊，5200就是。520是520吗？可是5200，是啦，因为我爱你的，我爱你的数字多了一个零，这样哦。哦，应该给520就好了哦。太小了，还有两个零啊，5200还有多？没有5200哦，它有两个你了嘛？这个不懂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哎，有小三。看着看着，你看着看着，越多人越好。哎，如果他可以有很多个小三，多几个零也无所谓啦，真的。这个不是口是心非好吗？啊，这个是真实，直接的，打开的。啊，这个是很现实。现实，很现实。哎，他的那个 post 能啊，人到了这个年龄就是现实了的。假设你讲我18岁的时候，我不用现实的，是吗？是。我现在啊，已经这个年龄了，我就要现实啦。来说一下。哎呀，先放掉一下，跟你差不多啦，差不多，可能。好像男生呢，男生好像比如说这些节日的时候，你会期待另一半送你礼物吗？不会哦，我没有在 care 啦。我连自己生日都会忘记了，你想看？啊，我也是啦。也太夸张。其实我那如果是女孩子，生日也是没有。没特别的什么？没有，人家送东西当然会开心，这个是正常的嘛。对，嗯，人家送东西会开心是正常的，这个每个人收到礼物都会开心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嘛，大人也是这样的嘛，老人也是这样。如果是你老婆花心思做一些东西给你，你会 sweet 吗？会呀，会呀，肯定会的嘛，肯定会的，一定会。这饭也是 sweet 啊，嗯，吃饭也 sweet， 煮一顿饭也是啊 ，OK 啊。好像今年我的生日，我老婆做一个啊，因为不能出去嘛 ，MCO 嘛，刚好 MCO 嘛，她做了，她做一个蛋糕，她用那个饭锅，因为我们家也是没有那个红炉，所以她就去网上看那个饭锅来做蛋糕，嗯，然后就用饭锅做了那个蛋糕，可是材料不够啦，所以做出来有点。有一点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完美，也是还可以吃，可以吃，对，也不是很完美，可是 OK 啊，很开心啊，嗯，我觉得还有花那个心思嘛，所以咯，嗯，所以浪漫也可以不用钱呐，不用太多钱呐，其实，对啦，啊对啦，当然，简单也可以快乐，对，心思也很够，所以还是要做功课咯。不要乱来哦，金饰也很够了，可是最好是有钻石戒指这样啊，对，谁不知道谁不想，是不是女孩子都是这样想，谁不知道，嗯，这个就是口是心非咯，谁不知道，这个就是口是心非咯，跟你们分享我的事情啊，你的事情啊，哎，来来来，他的口是爆料了，爆料了，不要阻止王敏讲，给他说安静安静，快听。OK， 他因为他的生日就快到了嘛，然后我在想说要送什么礼物给他嘞，然后我就直接问他，哎，你生日要到了哦，你要什么？然后他说，我要你做家务一天，然后煮饭给我吃，然后扫地抹地，就这样。我就哈，就这样罢了啊，嗯，我的生日就是要这样罢了。然后我就讲了。啊，你这样虐待我妹，然后他讲，啊，这叫虐待，那你平时不是在虐待我咯？所以咯，一顿你是口是心非吗？一顿没有，所以从这里哦，听到哦，原来王敏没有做家务，有的比较少，他做是男朋友在做，我你会做家里，会做家务的男人嫁得过啊，王敏。对，我觉得一顿口是心非咯，多做一天家务。嗯，哎，我觉得他也是真的，是啊，有时候生气哦，讲你生气啊，真的没有啊，对，他是这样的，
是哦，一旦你要澄清嘛，你要出来澄清嘛，对喽。等来来发言一下，是不是真的？不懂的你们在线上澄清，你要啊，他不在啊，他走掉了啊。他可以，他当初没有看到啊，我看他看到也当初没有看到。蒙安台了，哎呀，蒙安台了。黄米把我摆上台。太难了，以后怎样出来混？他一定，他很多话讲的，因为我每次跟他对话，我是讲不赢他的，他厉害讲了，我这样讲了讲不赢他。如果他有在今天，他有参与我们呐、啊，我死定了。来，泰莎上来。OK， 我叫他。泰莎上来。来，交手一下。Ethan， come， 过来。Come。快点，快点！你快点，你要为自己辩护，快点！哎呦，真的是啊！快来穿衣服过来，快点，快点！穿衣服过来！哎呦，这个是什么？我们在直播。在做家务啦，做家务。我们在直播。没有穿衣啦。我们在直播，男生都是这样的吗？喜欢就是穿裤子吧，我妈在讲。尴尬，尴尬了呀！啊、哇，你看线上有人哇了了，你看哇哇，快点过来！没有啦，如果不要不用紧啦，不要逼他哎喂，不要逼他。他应该很爱讲，如果他是很会讲的人。他不介意的哈、啊、他 OK 啊，他是他有做直播的，对、啊、他有直播的节目的，对、啊、他可以讲的，他有主持啊，所以咯，那可能他、啊、如果他不他讲他不要上来，就是他口是心非了，他是直他是我觉得他会我觉得他会很无奈，来让你口是心来哇，真的吗？尴尬，尴尬，尴尬，尴尬！我一定是骗他的，我一定是骗他。你戴帽子啦，这是头发。他讲没有，他要见你啦，样子。那我听这边，你听这边。哇，真的来两条。没有是头发，不好意思。看到他的衣服袖子啦，穿好衣服了哈。一蹬一蹬。对，穿好衣服。啊、你要为你自己辩解，你知道吗？因为说一下，你平时生气什么？华敏问你啊、哦，有没有生气？你说没生气，是有生气还是没生气？你是字哦，我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哎、欸，那个麦，那个麦，对吧？经过我这种有过。过往的经验呢，我觉得男孩子生气的时候、哦、尽量可以忍自己忍啦、啊、因为哦、嗯、不然的话、哦、男孩子生气到最后就是女孩子生气，然后这样到最后又是我们输，这样不如自己忍咯。没有，是真的，是真的，我说的太好了，这个说的太好了，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嗯欸、这个男人嫁得过王敏，他可以忍啊，他忍过了就是海阔天空了，没有啦，有时候很难忍的，因为他的标准女生真的很难忍，所以、哦、我忍不过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发脾气先，因为我不要给他对我发脾气，这样我自己发我自己脾气咯，发完了我就好了。啊，哇，自己发自己脾气啊，没有是对的啦，是对的。妈咪，改次你不要问他你生气啊，你再问他你自己生气自己啊。有他现在他。以前一开始他不可以的，他看我自己生气、哦、他也是不爽的，现在他 OK 了，他等到我自己消气了他就讲啊，你生气完了、啊、明明他弄我生气的，可是我生气的时候你自己生气自己，你会做什么？你会怎样做？我也没有了，就是可能做东西就有点做家务，比较暴躁一点，比较大力一点、哦、可是我比较粗鲁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可能哎不小心开一个东西给我开坏了、哦、又自己更生气自己这样、哦、就他弄我
气了。没事没事，辛苦了辛苦了。是是是，哦。你觉得王敏有没有口是心非来学一下？还要讲啊？对，我可能其实哦，我觉得口是心非有时候我们往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呢是有好处的，因为有时候他就是故意口是心非，那太直接了，有时候。讲直接。没有，就是我觉得口是心非是偶尔是好的，对啊，就是有时候他是可能很直接的，我觉得像我。生气会忍也是一种所谓的口是心非嘛，所以我觉得生气偶尔可能要口是心非一下，他不是的，他很容易的，他容易 get 到他生气还是不生气的，他是不会口是心非的，在这个 point 会来的时候也是会来，不是对我而已吗？来给他一个掌声来呀！哇，线上有人说好男人，very good， 棒棒，哇，好男人 good。好了，对吧？好了，好了，好了。说的，说的。感谢伊登啊，感谢伊登啊，感谢伊登来客串一下。谢谢伊登啊。摆上小事啊，谢谢。他说好难啊，好难啊，还要穿上衣服，哎，好辛苦啊。被迫一点。被迫一点。给进行去抹地扫地啊。大爆点啊！我也是有做的啊，没有啦，没有啦，就听得出他做的比较多啦，他做的比较多这样子啊。真是啦，他比较多啦。因为你知道怎么嘛，他要发泄他自己的闷气啊，他自己生气自己，啊、所以自己发自己是，所以他就对。啊所以我知道，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原来是这样的。哇！哎、欸，你会不会来来？会不会说，哎、欸，有突然间 ，OK， 可能你的同伴突然间会提出一个 statement 啊。嗯、然后当他提出这个 statement， 比如说，好像跟你聊聊天啊，突然间啊，我要看戏了，或者是我要睡觉了，这种 statement 很恐怖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口是心非啊！哦，他 maybe 他就是要 hint 我心情不好，或者是很生气，还是什么？什么你是说，你是说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他讲啊？对对对，他突然间讲一些，哎，好像没有拉缸，但是有 something 啊。就是在一个本来在那个情况下是不应该讲出那句话的，他就讲说我要睡觉了啊！是是是是是，要看戏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是什么状况呢？其实他心情不好了，可能就是心情不好。哦，不会啦，就是这一方面还是要互相配合的。我觉得，除非是你真是太累了，不小心睡着，那就没有话讲了。我是觉得小心，我是觉得你没有男子没有管他，可能他就说我要睡觉了，然后看你叫什么反应，然后啊，我要睡觉，就这样早就睡觉，然后就聊聊一下，对，没什么啊，没什么。其实他就是要。要注意，令你注意，对，惹你注意，或者是要你关心他啦。其实是这样啦，啊，要你关心他，所以他才会突然间讲一些不知道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然后如果你不管哦，你觉得他讲我要睡了哦，你继续让他睡哦，你完蛋了，我跟你讲。我是不是？如果他时常这样子的话，做男子也会觉得，哎呀，又来了，不如说什么。会很怕，不知道是不是讲鬼故事太多了，我连讲到是鬼，什么？那突然间你听到一个声音，我睡觉了，然后你就会毛骨悚然，哇，到底发生什么事？会想到鬼这样讲？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出来？哎，毛骨悚然啊！我是讲听到这个话会毛骨悚然的、啊，是咩？这样怕人？就嗯，没事。对啊，哦、有时会这样的。一定是笨。假设好像如果你们假设女孩子口是心非，然后你猜透不到她的心里想些什么，然后惹了一场不必要的那个吵架，通常要用多久的时间来、嗯、啊来弥补一下，就是哄回她。应该问 Stanley 看人的，要问 Stanley 这个看人的，没有这个是看人的。一个人，没有几个人。我的意思是说，看那个人的性格的，
啊，因为有一些人是很快就 OK 了的，有一些人是可以跟你纠缠到最后的，就是你跟他，你有一些是可能可以很严重的，他就是他一生气了过后，你买礼物给他也不能，你带他去吃东西也不能，你不懂他怎样的，他就是继续跟你发脾气，发到他爽为止。OK， 哦，其实也是要看对方咯。I mean， 有一些人啊，所以我讲看人哦，然后还要看自己本身，因为你自己本身不会拿捏哦，也是可能会越弄越糟糕。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嗯、所以啊、辛苦了大家。没有，对啊，你以为说你可能有一些男子他不够了解那个你，他可能不够观察还是什么啦，就可能他、嗯、他要探他的方式、啊、又不对，对，会越惹越让那个女生觉得更讨厌。对、啊、就是说他生气了 OK、他去买蛋糕给他吃，嗯，他买蛋糕给他吃，可是那个女的说我现在在减肥啊，你买蛋糕给我吃。你明白我意思吧？不是，女人是口是心非的，她吃着那个蛋糕讲我现在是减肥，你还给我。她会借那个东西又再发多一次火、啊、对 OK， 这样的情况下、哦、有些是会这样吗？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吵了，直接抱着她就对了、哦、哇，真的，很难讲的，啊，没有啦，不管啦，就他要发泄，他要骂也好，他要推开也好，但是你当然你，但是你也要知道啦，你是到底，你要知道你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其实你没有错的，你没有错的，问题是他就是要发脾气。嗯，也是要看啦，也是要看啦，有时很不 work 的，也是会不 work 的。有人哇你哦，哇，真的行吗？他讲真的行吗？没有啦，只是提议罢了，你可以去试，但是未必会成功。OK， 这样我就加一点料咯，就是你抱住他，他还在那边抱，还在那边挣扎，你就追他。啊，对对对对，啊，是嘴巴是吗？啊，他就慢慢他就对对对，伊登你试一下，伊登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伊登不是伊登，他讲他自己，伊登是扫地的，他去扫地没有穿衣扫地的。OK， 哎，他啊，来讲他自己讲什么什么讲，他说可是有时候一些女生，她真的是很生气的。之后你就是很生气、啊、你这样子做的话他会觉得为什么你这样子，你可以认真一点嘛、哦、我在很认真跟你讲话、哦、这样子没有，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也要尊重我，也可能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对，也是要做功课啊，你要知道大概是怎样啊，你自己了解他气的那个程度是怎样，然后他是因为一些小事情你可以这样做了，好像一些大事情好像你做了一些、啊不应该做的事啊，还是什么？你这样抱是没有用的，你完蛋了！我跟你讲，比如说那种牵扯到 OK， 他的家人，他很重视的东西啦，比如说他的家人啊，是 OK，、或者是他的宠物啊，也可能的，有些没有，真的有些很紧张他的宠物，明白吗？所以他觉得不可以开玩笑这个东西，对，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了的。所以你要了解咯，要很了解对方，不然也是很难对症下药。容易了解的不是女人了啊，你要 try 啊，就是所以就是要一直一直去了解哦，就是讲不了，你一直要做功课，天天做功课，每一天想，所以有点累啊。很难的，真的是很难了解的。不要说男生啦，有时候我们女生自己也未必会了解女生，是很难琢磨的。我也是有听说，反正我自己的话，我也是很难琢磨我自己，因为我是有点情绪化的，我可能在这一秒会很开心，可能下一秒我就很 sad 很 down。
但这种难搞点，夸张的，一句话的、啊。辛苦了，伊登，再次。你抓不到赛，伊登去找伊登。怎么一直把伊登进来？开玩笑，开玩笑。情绪化的其实很难很难去说，是吗？你要怎样了解你？也不懂他下一秒会生气些什么。也不爽，或者是你他应该没有看，没有啦，当然不是每个啦，当然不是每个，只是说有不要有情绪化的，就是其实很难琢磨你想吃些什么，那个时候你那一分钟想吃些什么，可能我买回来你已经不想吃了啊，对呀、啊，哦，对对对对对，有这样子的，对，嗯，所以啊，是的，对啊，因为他就是。可能有外来的 因素啊，他可能看突然间看到他本来很想吃的，他突然间看到这个东西，哎，我更想吃这个啊！你买回来没有用了。比如说，他想吃意大利面，当你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他刚好他看那个是 哇看到那个恐怖片，哇，有一把那个虫在那边，那他就不想吃了。嗯，也是这样。拿了意大利面拿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想吃了。嗯，真的啊，真的、啊、有时候会这样、啊。所以 我不想治疗你的人所以男人因为很理性嘛，所以就每次走 highway 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你知道哎，你不是哦，你要转多几圈的哦、嗯、所以对他们你不会直走，你直走会撞，他就跟你讲、啊、直走会撞船，为什么这样找到家，为什么你不想见到我吗，这样子那不走多几圈、啊、走直路，你是不是想见我久一点，完蛋了，完蛋了！来了来了，又有找到又找到又中哈，找到讲中、哦，我都还没有化好妆，你这样走来着么？我都还没有准备好。那下次，然后他又带他兜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兜很浪费油吗？”总是有，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哈、哦、，so hard。我太难了，难呢。可是，可是我觉得构造不一样，应该是、啊、是啦，是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那个构造不一样，思想方式不一样，思维。那最常口是心非，通常都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点，用在什么点？最常会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口是心非？不懂哎、欸啊，就我是觉得是有目的啦，目的或者是不想要让你知道我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让你知道我一些当下的想法，我就会口是心非了，就有目的了、嗯，它不是很自然的。如果是问题啊，什么很敏感的，很敏感的话题，就是问起你的前女友这样子呢？是问关于、哦、比如说。就是女生就我比较美，还是你的前女友比较美啊，这样子呢？你肯定一定要回答你比较美的吗？肯定一定要。不过你的朋友不是这样，你的朋友不是这么说呢。管他，当然是管他的吗？因为我是你，因为你是最美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才会跟你啊。你口是心非。没有啦，你也不可以。所以你。所以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美，不是因为你爱我啦。那一定会讲这种，有很多东西，一定会问的。但是你还是要答的，你不答也是死。那你是不是跟每个女孩子这样子说呢？啊，不用，你看很多问题的，还一个问题会延伸很多问题。对啊，我也是有跟女孩子说啦，我跟我妈妈说啊。那你就是说你对你妈妈跟我一样吗？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永远没有答案的，我跟你讲，永远是死的。所以有时男，所以男生啊，如果今天男生讲实话啦，也是死得更惨，我是觉得啦，你不觉得没有？会吗？会啊，你一定会不开心的吗？难道你跟你前跟你的前，说实话，嗯。嗯，哎、欸，你说实话也死，不说实话也死，是吗？现在对呀、啊。啊，外面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讲有时候说实话也不一定讲会死得很惨的，有时候因为你讲了骗话，然后让他知道了那个真相的话，那时候你才更惨。没有，可是就知道他好像比如说是老师的问题啊，嗯、这个问题是很
没有一定的问题，I mean, 美不美那个定义是跟你讲都没有定义的，我跟你讲你觉得她不美我觉得她美，好，我觉得我现在的女朋友美，我以前的女朋友一般，我通常我不是这样答的、啊、我通常我都是说美不美不重要，我会讲美不美不重要、哦、女生更生气、嗯、我不美啦，女生是听到说、啊、是是是一定会讲这个的、嗯、你连美都不要讲 啊, 啊，你连我美都不要讲、啊、没有，我都是讲谁比较美不重要啊，对啊，他就讲、啊、他就讲这样，你就意思说我也是不美咯，我是输给他啦、啊啊、我现在是输给他是吗？我输给你的前女友是吗？喜欢你是因为你的人吗？不是因为你的外表吗？如果有一天、啊、突然间你 accident 了你、哦、你弄花了你的脸了，不我就不爱你了，如果我是、哦、你先揍我啦，你先揍我啦，你先揍我啦，如果是不美不重要这个不是揍、这个、没有 我告诉你 Stanley 这些回答的问题是也回答过了、嗯、也是死的，只是要看对方了解你没有、啊、就是好像说你的、嗯、比如说你的老婆是 OK 的，有一些女生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讲什么都好、啊、对的对的，这个当然要看是那个人的是他是怎样反应的，对 对, 对，比如说好像个性，因为我的个性是我是很直接的，我的个性本来就是直接的，我讲话我跟朋友讲话也好跟什么我也是直接的，所以时常就会得罪人哦，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嘛，因为你太直接了，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口无遮拦啦、啊，他们讲就是你直接讲出来哦，嗯，都人家就不喜欢哦，可是这个是一个很诚恳的一个什么嘛，我不要去骗你嘛，这样子是吗？可是就是有些人就是其实是喜欢听，骗话，善意的谎言，对，善意的谎言，对、嗯、对，善意的谎言，赞美的话，可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善意啊，善意不善意，这个只有那个讲的人知道不了，是啦，对不对、嗯？只有他知道啊，讲的人他才知道他是不是善意啊，所以女生也不要轻易的相信男生讲的话，嗯。比如说他我觉得男孩子讲骗话相信不是说他要讲骗话、嗯、是因为他不要弄到那个女孩子伤心、就是生气，就说就是跟他知道他如果讲真话那个女的一定会生气一定会跟他吵架，所以他就想选择讲骗话、正常的情况啦，也有男生讲骗话是为了要是啦一定有啦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嗯啊、当然那不同、欸、可是如果那个男生的骗话就是讲了太过甜言蜜语、嗯、太过赞美那些也会让女生很恶心的，肯定会吗，所以你就真的要拿捏、的你要拿捏、嗯、这个很难的，拿捏的刚刚好、嗯、啊，线上有一位刚好他说那个孙浪他说如果对方不爽、嗯、什么都是错的、嗯、静静就好，你只能做的就是无时无刻开心，让他开心。哇，无时无刻让他开心。哇，好累啊，都好有难度。那有没有女朋友啊？好累啊。不过也 是觉得也是只有这样咯，我是觉得啦，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咯，一直不断的让他开心。可是要知道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啦，你不可能100% 去讲无时无刻让他去让他开心啦、啊。这个，因为你还有自己的东西要做啊。他的工作就是，他无时无刻是开心，这样就不用做工了、啊。他讲老婆就有啊，结婚了的、哦。老婆就有啊。OK。那孙浪，你的事业是不是一直在让老婆开心？是咯，我也是想知道哎、欸，跟你请教一下。无时无刻很难做到、欸、对，的确。来，孙浪回答一下。孙浪直接跑掉啊！讲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你。给人家时间打，人家要打字吗？时间的吗？开玩笑，开玩笑。无时无刻开，很难啊！我觉得。来过几招，来孙浪，怎样无时无刻让？跪求啊！跪求过几招。三四年很少吵架、哦、他想三四年很少吵架，这样他一定是很有办法、啊、他应该说
应该说是他了解他的太太，是他很了解他太太，他知的太太喜欢什么，怎样可以让他太太开心，对不对？因为 你不够了解的话，你做不到这一点啊，你没有办法无时无刻啊，都让他开心啊。太太有没有办法上来一下？我觉得这个了解很重要啦，了解，马认同嘛？了解很重要，了解沟通很重要的，都一路以来。觉得两个夫妻吵架不超过一分钟，他没有过，他没有讲他叫什么招数嘞？是咯，他不要过招给你。他是分享分享，他不要过招给你们呐、啊，不要过招给我，我是女的吗？那你自己去，你自己去摸索吧。但是我觉得要看女生个性哎，如果那个跟他的笑点低的话、啊，如果女生笑点很低的话，啊、你只要提个笑话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又幽默感，这样他就可以开心笑了啊。不用啊，你对对对，对，这样子很开心笑。如果你天生长得好笑的话，所以还是要看那个女生个人的那个个性。是，所以你如果天生长得好笑的话，你就会逗到他了咯。你无论做什么 okay, 他说了他的秘诀啊，他说了他的秘诀、哦、他的秘诀就是点到为止而已。来来来，哇，你是说骂架吗？对啊，这个是他的那个他的方式，就是点到为止而已。有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要理解对方的地雷咯，就是他的底线的、啊，嗯，啊，这个对对对，这个是不明白的，点到为止而已，就好像讲了没有讲而已，的感觉没有啦，我理解的，我理解的是挑战孙楠一下，没有，没有啊，是啦，因为我理解孙楠讲的就是要知道他的底线，对方的底线和他的地雷，那个地雷是不可以踩的。啊、所以就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就是这个刚才我讲的咯，你要了解咯，你要了解他到底他喜欢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喜欢怎样的东西，所以你才能够做到这个点到为止啊。所以他底线到哪里、哦、但是刚才王冕讲啊，王冕讲有时他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的我们来的讲的情绪感觉、完全是跟感觉是的，对，没有一定的，可是就是也是看人呐、啊，当然是看人呐、啊，一定是，我觉得也看人呐、啊。如果是有一些好像，对啦，也对啦，没有错、啊。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这样咯，你有容易明白的，你家里那个很，你家里的很解人意的，不然他也会结婚，对不对？等下我在那房间，他没有进来，我都不要踩你。啊？他刚放工回来不了，刚放工，对，哦，是啊，我觉得早一天可以找他上来谈谈呢，一起来谈谈。还要爆料啊，爆神力的料。我范范的太太、啊，我直播他都不要看了，叫、他上来。没有东西的吗？哎，那天讲到那个什么，他有上来吗？那天我们讲什么话题他上来？人家带他上来的。他的朋友带他上来，这样我们就带他喽、你讲你老婆的时候，他上来。你准备好他没有？因为他没有看的。他没有要看的，他要做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玩 game。对，没有啦，他现在没有玩了啊，他现在已经停了。现在比较喜欢看小说，也、很好哎、哦，看不错，真的。可是我曾经一段时间也是很迷小说。小说看你看怎样的小说啦，我觉得小说有好有不好的。每凡事都有两极化啦、我就觉得、都是有两方面的啦。不要看那早上这边你不要看那种琼瑶啊，那种啊，那种又三生不喜欢他看小说，又假装没看。你看，小说好过打机一样、打游戏。没有啊，不会啊，不会啊，没有。所以我讲看小说有两极化的，看你看怎样的小说。
因为看小说呢，你可以学到很多文字的东西。嗯，因为他们用的那些文字都很美的嘛，就是很会描述，很会可以帮助到你，就是提升你的语言能力。嗯 ，OK， 你的写作的能力，你写东西的能力 ，OK， 这个可以提升的。看小说的好处就是这方面，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太沉迷的话，你很容易被那个故事，就好像老人家看那些福建戏一样啊，福建戏啊，哦，那种台湾的那种台语片啊，哇，百多集，两百多集，这样他们可以看一直看几百，不止两百多，好像不多少百集啊。他们可以一直看，然后他们很进入那个角色，啊，然后他就去幻想说，哇，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哇，他们会去幻想，所以小说其实有这种影响力的，也是有这种影响力的。当然我不是排斥看小说，看小说有好处的，刚刚我也讲了，看小说可以增加知识，可以跟增加很多的口是心非啦，语文能力。不是，这个不是口是心非，这个是分析，这个是分析啊。所以我都是站在一个中立的想法，所以我没有阻止他看，他看 very good， 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啦，真的啦。你好可好好过玩 game 啦，是吗？对，对，是的，我觉得玩 game 会，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成年人了啦。我觉得成年人，如果太过花太多时间玩 game 的话呢，你会错过很多东西，你会错过很多东西。你其实你可以用那个时间来建立更多有帮助到你的东西。比如说好像他如果是讲我比如讲我啦，我之前也是玩 game 的嘛，我玩 game 可是我。啊，所以我会 control， 我玩 game 我会 control， 我有时候也会沉迷，我也有试过沉迷的时候，wow. 沉迷的时候，可是我沉迷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自己讲不能了，我要停，我就直接把那个 game delete 掉，洗掉这样子的，我不管他那个账号有什么东西，我直接洗掉的，这个是，OK，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本身对自己一个限制啊，因为我觉得说有时候玩了，我自己发现到，哎，不能，我太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了，我应该把这个时间去做另外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帮助到我的啊，这样我就会马上喊停了。这样你觉得你口是心非的时候是几时？我觉得我口是心非的时候。啊那。我没有口是心非，我怎么觉得有啦，就是你因为你说都一样嘛，这样你会如果口是心非的时候，你会用我讲都一样不代表我是这样吗？我讲男生也是有口是心非吗？就是你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过哦，口是心非有也有可能会发生，OK， 是属于善意的，就是说可能你明明知道他那一个时候他问你这个问题，他想听到的答案是那个东西，这样也不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立场，这样你嘛顺他咯，就跟刚才一样啊，那女生问你顺他一啦，就比如说啦，OK，好像你太太做化妆了，叫她，啊，化妆了，问我你觉得我这个妆漂亮吗？他不会问，啊，你心里是觉得，没有，我是讲，哦，这个我会直接讲哦，我会直接讲，啊，我讲奇怪耶，这样不漂亮，不是，当你觉得我不讲不漂亮，我讲没有这个妆是很奇怪，是不是是问题是当你觉得他对方是想要赞美的，你自己知道了那一时候那一刻你觉得他想要赞美的。这样你会这样做，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这种啊，我懂啊，刚才你的意思，刚才你说，我的意思是好像比如说啦，比如说他讲，我们今天去吃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OK，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平时你也不会想要去吃，因为比较贵。OK， 比较贵，你经济能力不能，男生都会想到这些东西，对，就是讲我经济能力啊，哇，花掉这笔钱去吃这样子，哇的呀，好像很浪费啊，这样子会想这样子吗？可是如果是讲，那个时候他讲，想要去吃，然后我在想，我就自己衡量一下喽，就说，其实我是能省就省的人，因为我的习惯呐、啊，能省就省了。可是有时候我想到说，哎呀，久久一次不用紧了、啊。啊，顺他一下咯，可以赚回来了这个钱，这样子，然后就讲 OK 咯，就顺他咯去吃咯。这个算口是心非吗？其实心里面，这不算。你可是心里面还是觉得说，可以不要去吃是最好啦，因为很贵嘛。那个是选择，明白？还好是，哦，那是选择。那个不算口是，那是你觉得，哎呀，都很久没有去吃，就吃一餐好的。其实不算是口舌症，我不算，不算可是又很痛，我觉得给那个买单的时候又心里又很痛。没有啦，其实就决定了，就算了，不要计比这样多了。没有，我个人觉得啦，我是这样啦。可是啦，当然吃了就没有管了啦，吃了就吃了咯，都已经吃了，都已经吃了，都已经答应了。经理，不要骗，你是你也是有分次的吗？你是有分次的吗？这样啊，是，大家有分次。你买拍多点照片 post 哦。嗯。回本一下，拍照 post 哦。吃了这么贵的东西。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也没有这种习惯自拍这东西。是咩？口是心非。口是心非啊！口是心非啊！我真的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整天吃啊，这个 OK， 来你们听我讲先。我当然不要讲，因为什么社交什么， okay. 因为如果你今天讲这个的话哦，就有一点打嘴了，因为社交媒体就是看到这样，他可能就是口是心非了。是。如果你真正看我的 Facebook 啦，你真正去看我的 Facebook 啦，基本上哦，我是近期。才有自拍罢了，然后我的自拍呢也不是很频密的，我是拍的时候我会拍比较多，然后我会放你就觉得我好像一直自拍，可是过后我没有拍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拍的，因为我其实是没有这个习惯，只是说有时候需要，没有，有时候有需要啊，曝光需要，所以咯，所以我是刻意去做的，如果是不是喜欢，我明白、嗯，但是其实就有一点，人家会感觉到口是心非啦，因为如果你讲、那个没有办法啦，如果是的这样子、因为如果你讲真的是不拍的话，我觉得有人是这样的，他就是真的是他讲他不习惯拍，真的没有拍照了，他的 profile， 我之前也是没有拍的。我真的是近期才有拍啊，因为近期有做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东西，我觉得需要啦，你需要 keep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东西，人家就会看不到你。MC 都拍的空才拍的，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你拍的。啊，对，也是一方面是。但最近哦，在 MC 我很得空啊，做面膜啦，剪头发啦，一方面也是因为。因为 MCO 一方面也是真的是因为 MCO， 因为真的是没有东西做，你就在家里啊，你可以怎样，你都不能走进哪里，拍一下老婆啦，想一些东西，拍一下老婆啦，就想一些东西来做咯，这样子咯，他有他的 poster， 他有他自己的，他还有化妆 poster， 他是 top KOL， KOL 嘞，他是 KOL， 我都还不是哎、我都不是 KOL 嘞，他已经成为了 top KOL， 在他们的公司，他拿到了，也是好事，好事的，哇，厉害啊！他们秀宇摩拉，他们是有，他们的员工都要拍东西，就是拍他们的产品，然后 po 上去他们的，Instagram 啊、Facebook 这些东西。现在都是玩这种东西了。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有好像选哦，谁的。like 最多啊，谁的 follow 最多啊，这
这样就拿到 top KOL。现在某一间化妆学院也是这样啊，现在就叫自己的员工去打广告这样子啊。啊，没有啦，这个也是 OK 啦，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少了啦。讲真的，因为他们 MCO， 他们变成他们的公司还是照样给他们薪水的。对啊，底薪啦，因为他们是属于抽 commission 嘛，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还是一样，公司还是照样给他们，其实算很好。所以当然回馈一下公司，做回一些东西给公司是应该的。一定要啊，一定要啊，就 balance 回咯，不然你也会觉得说，哎呀，我白白拿公司的薪水嘛，对不对？这个要体谅，就是这个。工作上其实基本上有时候老板有老板的苦，工人有工人的苦，当然如果是大家能够有一个很体谅的话，这样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这样。 OK， 来我们问一下建斌，几时用口舌减心肥？几时啊？你几时才会出？就当你想要当你不想要让他知道一些事情嘛，口舌心肥啦。你如果讲、哦、不想让他知道有小三、啊、所以基本上就不会很少会发生小三的啦。例如什么情况下，其实我已经 你现在突然间要问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你知道吗？真的我没有什么印象、欸、口是心非的时候，说真的啦，真的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你要真的是要让我慢慢想起，要有点时间想。好像如果说像情人节送礼物，或者他生日送礼物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他说你想要些什么啊？嗯，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但是 OK， 口是心非很多时候啦，我想起的是因为我的人是比较讲嘞，嗯，好像开心的时候我是不会表现得很开心，我永远都是。我永远都是这样的，给人家一种就是这样的那个样子，不懂？因为我是心非了，对对对，开心我不要给你知道，所以我开心不开心哦，有时我不会表现出来的，尤其是比如说伤心的时候啦，伤心的时候我是不会说很刻意说，哎，我现在很伤心啊，什么什么，那个那时候我就会这样，嗯，哎呦，你很海底针呢。你可以这样想，因为好像如果是好像不熟的朋友，或者说我不想要给人家这样负面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有时会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啊。那就是说，开心不开心，你就给一个朋友。孙浪讲木头啊，对对对，真的很多人就是不要讲啦，我就讲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是木头啦，但是如果了解我的人，他就会知道 OK。我是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哦、但是就是我不认识的人，我通常就会这样、哦、口是心非了、哦。高冷的样子，高冷、啊、没有啦，因为他没有认识我嘛。不是啊，你要认识我的时候嘛。他是天上的，他是天上的飞鸟，什么来的？离开地面，不明白，飞在空中。天上飞的不过太少的话，我也觉得不认识他的人也会觉得他会比较难接近，比较木头的人。对啊，很多人是这样啊，就是真的。我是觉得见面的人跟不熟的人不善于表达吧，是吗？建斌、可以这样说。阿米讲不熟的人，我就不会多于表达了，真的啦。是这样讲，你是这样讲的。了解你的人就觉得你像古天乐，什么东西来的？什么东西来的？说突然间跑一个古天乐出来，那口是心非也还用？口是心非，孙浪，你是口是心非吗？啊，孙浪，孙浪有回答到我问题。反正，我觉得我是比较慢热的人啊，就是因为我也是慢热啊。啊，所以可是我的慢热跟慢热不一样啊，可能啊是不一样啦，是不一样啦，所以我会给人家觉得、我通常就是不熟的人，我觉得口是心非了的。I mean， 我不会跟你讲我心里要什么，或者是我要想表达些什么、
但是如果是熟的朋友，我就会很 direct 了。你做不对，我就是直接讲。会啦。会啊会啊。你们认识他这样子？不懂啦，我不懂啦。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应该是吧，应该算是吧。好像我的。我的慢热，其实我的慢热是不一样的东西的。我的慢热，其实我是因为我，对啊，我慢热是笑不中吗？是哪一直笑？笑什么？真的，我慢热是因为我很内向的问题。我很内向啊。他是最近 MCO 才是外向的，才不要外向，一直拍照。然后我很怕。我很怕讲话，就是讲到一些话让，因为我其实我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可是有时候我开的玩笑，我怕人家接受不到，明白吗？老是这么一笑，我怕人家接受不到，等下伤害到别人，明白吗？所以我就不熟，我就不讲哦。当然啦、啊，肯定，好像为什么我跟不熟的人讲这些话呢？我不会啊，因为。我都跟你不熟啊，好像我跟你熟的话，我可以讲什么笑话都可以啊，因为我知道你了解我是在讲笑话，而不是在伤害你。对对对对对。嗯、啊。所以就不熟的人就变成就这样咯，高人。不会太啊，这高人。对对对对，就木头了。没有，应该说是啦，不熟的人就是古田的，熟的人就周星驰哦。啊，因为我如果你讲像。我其实我都年纪都蛮大的嘛，所以我现在才开始，就是比较是能够在好像这样子，其实直播也看不到人呐、啊，其实也看不到人，就看到你们四个人罢了嘛。都吃鸡。没有没有，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直播，我开始也是很抗拒这个直播啊，我也是很抗拒的，因为我觉得，我要对着荧幕这样子，然后看不到人这样人这样懂。你们在出去玩啊？我看到那个出去玩，我一直在笑。我觉得老师一直联想那个画面，所以他一直笑。是了，因为我认识范范的，他是属于比较中规中矩嘛，他妈一个好人，然后不要惹事，对吧？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就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忽然间我看到那个出去玩，我笑不停，我讲这个范范受刺激了，而且是另外一个。对对，因为我其实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完全另外一个他了。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的人、是啊，那个也是受刺激啊。那个还那个还是我老婆帮我拍的嘞，他对啊，他用手机帮我拍的嘞。我在想他给你拍的时候，他没有笑没？有，我还是在他一直笑笑笑的，就在地上滚呢。笑死我了！他说：“怎么我老公变了的？”没有想到，当然是他的。很难以接受，不会接受的，他会更爱你，不用怕。然后我就没有啦，就我是后来过后有 live 了过后，我就觉得还好啊，其实就是因为我找你们嘛，找你们一起 live 嘛，所以我就感觉有一个安全感 ，OK， 就觉得说我在跟。我在讲话是在跟你们讲话，就开始慢慢的就比较习惯了这个直播这个的这种的感觉，已经习惯了就 OK 了，就没有讲什么，不然的话你叫我自己的话很难的，我真的是很难，所以他们一直叫我你直播唱歌，可是我等了很久我才有做那个直播唱歌。然后是啦，然后我唱歌我很尴尬啊，我唱唱一下我就压力的，人家点，我对啊，人家点歌我要演派，人家点歌我又不会唱，我惨了，我又不会唱那些歌怎么办？你就自己讲不会唱，我就直接讲啊，当然，讲啊，可是就会心里面就觉得说，哎呀，大家期待你的歌，一两句这样哦，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是好事来的。是好事啦，就我觉得你不要人不要把自己就是太过封闭，
太过好像他是把你那个口是心非那个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泛泛出来了啊，对，口是心非，这个没有了，没有。Stanley 老师一定没有老师一定要令回这个口是心非这个呆的了啦，所以你就让他去吧。OK， 要把你们带回来，你知道吗？聊太远了哇，不知不觉十点了，十点十六分，是喽。那你可以做一个conclusion了吧。conclusion 啊，好了，老师你来做conclusion。老师来是吧？老师，你说你有没有口是心非？我身边的，我身边没有啦。我你要讲没有，就是口是心非了是吗？如果你要讲没有的话，就是口是心非嘛。嗯。这样我觉得，这样要用在也不可以时常用这一招，你知道吗？嗯。这样你的 partner 会很累的。嗯。如果是你真的是爱他、联系他的话，就不可以常常用，偶尔用一下当做情绪这样。也还好，懂吗？要时常出这个招，出这招会让人讨厌，会让人累。你不要让你爱的人累，真的不要让你爱。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就不要让他累了。如果你要觉得你要折磨他的话，你就继续用吧。现在如果是说他常常在用这个的话，这样你就如果他常常你的班内常常在还是在用这个来对付你的话，这样这个班内就不要了吧？算了，去找个另外一个。可能有些人就是很希望这样折磨呢，就被折磨，被虐。嗯，这样子没有办法啦，你自愿就没办法了。OK， 可能一个在前，就一个在，就是做他自己了。我就是这样，我就你要你爱我，你就接受这样子的我。可是另外一半可能他就一直在迁就，可是总有一天他会忍不住的，我觉得是，总有一天他会忍不住，然后他爆发。所以如果是一定会找到忍不住爆发的时候，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就讲不要用来伤害了，不要用来伤害。因为你要知道哦，他在迁就你的时候，他在就是你用这招哦，你时常用这招，他在迁就你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就在累积了，他在忍了。是啊，到达爆发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就是让他挽回，对，就很难了。可以出招。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我们可以一个话题嘞，公主点到为止就好。哦，公主病，对，公主病啊，嗯，有王子病的嘛？啊、公主病欠打嘞。OK， 公主病就是找王子就好了。OK， 啊，就不要找普通人。对对对，要王子才能够给到他的公，才能够满足他的公主病，就是我有钱，就是我该我讲的要有钱的喽。哎，要有钱解决问题了嘛，对不对？对，比如说你，可是不是每个公主病都会遇到王子的吗？啊，但当然了，要看他的命。所以你就做一个孤独终老的公主吧。孤独终老，守住你的城堡 ，OK？ 就这样。啊，对，守住城堡，对，没错。吧，你就住在你自己的城堡吧。对啊，对，别出来，因为是这样啊，如果你遇到就 OK 了，如果你遇不到就也没办法了，你。爱的是你改变嘛，你改变改掉那个公主病去医好它，不然就是你就就接受那个命运的安排。公主病跟政府是 opposite 哈，是吗？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关吗？这样子的吗？分开很远的吗？对吧？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超超好，嗯、一个超刁蛮，没有啦，公主也没有讲说好不好啦，两类人，他就是，公主很累的好不好？公主很累，要有没有公主遇到公主病，公主病的女孩子就那个男的会很累吗？啊，对，公主病还有一个 option 呢、啊，其实公主病如果找不到公主，找不到王子的话，公主病找不到王子的话，可以找王帝啊。我唯一讲，如果公主病找不到王子，找范范。对，找范范、啊。找王帝，找王帝呀、啊！
王爷，王爷也可以，王爷。哦，找皇帝，明白明白。皇帝肯定可以治得了公主病。找干爹。嗯嗯，找干爹。干爹。哎 ，OK， 就是这样子了。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补充，我们今天到这边吧。你们有什么话要想？想聊话题可以提议在那个聊什么的备选啊，对对对对对，是听我们讲什么。其实上个礼拜有人有一些观众是说要听那个同性恋的，可是我们也在尽量的找嘉宾，尽量的在找嘉宾，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讲没有用，我们觉得说就是要他们亲自上来，对对对，要了解了。他们才能够讲，我们讲我们就完全是靠想象的，根本就不是个人观，对，就不是真实的，我们希望是真实的啦，就所以我们还在找嘉宾啦，所以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就会做这个直播，然后暂时还没找到呢，这样我们就希望说也是了解一下大家想听什么，我们聊什么题目，什么话题，这样你们可以。写在那个聊什么的群 ，OK， 聊什么的群 ，OK， 英文叫 Let's talk，OK，、okay? 对 ，Let's talk。So 我们没有 end， 晚上好 ，Ken Fu， 我们 end 了才这样多人进来，现在23个人是吗？是吗？刚才我们对已经笑完了，我们已经笑完了，对吗？没关系，大家可以看我们都还会对，我们会有我们这个直播你们可以看回重播，或者是我们都会定时的都在拜五拜六都有直播啦，拜五的话我们的直播是讲鬼故事，是十点到不懂几点，总之十点。谢谢天父帮忙分享，谢谢。到没有东西讲了，等到故事完了，然后，我们也会有时候也是会在随性的，我们会在不定时的情况下啦，就是跟着一些时事，然后我们可能因为突然间觉得这个话题很好聊，所以我们就会上线，对，进来聊聊。对，不然好像昨天我们有开一个直播，就是很短的一个小时这样，我们在讲这个黑人在美国黑人被杀的那一个事情，这样，然后对对对，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其实也是蛮大家应该蛮有兴趣聊的事情啦，就是聊而已啦，就是那个我们的政府。是哦，我们的，我怎么讲到害羞搭档？没有，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又再换呢？下个月会不会再换呢？对，我觉得这个，对，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情况啊，基本上是好像很多事情出来啊，很多的爆料啊，可是不懂真实还是假的啦，很多的爆料。很多的情况啊，那些什么那些议员啊，跳来跳去这样啊，不懂是真的，连一下子他没有啊，就一下子他讲，就有抛出来讲，欢迎回来呀，欢迎归队呀，哇，人就以为说他跳槽回去了，连结果又来一个新闻说，我没有回去啊，我是坚持在这里啊，哇这样。哇，好好戏剧性哦，我觉得好好期待一下。So OK， 然后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聊天，就是那个没有定一个时间啦，因为有时候就是突发有那个话题，我们想要聊，我们就直接开播来聊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哦，就是每一个拜六晚上，我们就会有这个。关于到家庭，关于到男女关系，关于到这些的爱情啊，各方面啊，对对对，就是了解这样子的话题，就是比较家常的事情，家常的话题，家常便饭，
家常话题，饭 okay? 早饭饭，有心事早饭饭，没事早饭饭。OK， 下个礼拜会有一个特别的直播，下个拜六。对。啊，会有一个特别的直播，哎，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大家。OK， 也希望你们啊、就是帮我们宣传，出去，就是叫大家来看啊，来看我们，来参与我们的直播。OK， 下个礼拜。OK， 星期六。好。九点，等你们。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哦，拜拜。聊什么？对，大家也可以去啊、去 join 我们的聊什么群 ，OK。找 Let's Talk， 或者是找聊什么，就可以找到了我们的群。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